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仙冠樱花的季节呀、啊，不管是在哪里啊，肯定会引起呃非常大的一个轰动。 风草，大家都会到那里去，不管是日本的、啊、华盛顿啊，甚至于是在台湾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尤其看到那样的一个落叶啊，随着那个风啊啊，缓缓的掉下来以后，铺满着整个草地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再看到枝头上面还有这个绽放的花朵，而它的时间又只有那么样璀璨的啊几天而已的时候，那种感触、那种提醒、那种美。 以及那种灿烂跟生死相关的事情啊，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呃，看到这样的一个落英缤纷啊，我相信大家感受、呃、肯定是非常深刻、啊。除了美以外，也许哈，我们还可以更深层次的一些去感受一些事情。好，那围观。 看到一片一片的花的落叶，感受很深刻。那我们给大家围观一下、欸，没那么美，但是事实上也是很美。哎、欸，你看看它整齐排列，有它的秩序感，也有它的一个功能性上的一个考量。那请您猜一下，这是哪里的组织啊？啊哪里的组织啊？一层一层，呃，堆叠。 啊、呃，然后保护，哎，您可能会想到一些呃，我们身上保护的一些呃器官组织啊，待会呃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任何事情从微观来看，从具象来看，都有它呃可观者焉呐、啊。啊、呃，但是啊，呃，如果我们从微观或者是具象来看，说这个是一个风景画，你恐怕我们很难会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啊。画的是。 意大利风光，意大利风光，意大利风光，你会想到就是卡布里啊，或者是哎那样的一个热情洋洋溢的啊那种曲风啊等等，充满着阳光热情啊，黑暗黑色的衣服，然后如果我们仔细看的时候，这里还有抬着这样的一个棺木从这样的一个隧道中走出来。 这一位画家叫班夏恩，是美国的画家。这是一九呃一九四几年的画作，表达那个时候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呃。这个外面的风景也可以看得到，就是那样的一个啊、呃、斑驳那样的一个呃破坏，看不到希望，脸上的表情也都是背影表情。然后妈妈抱着小朋友。 看不到未来的那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战争的一个恐怖，艺术家们啊，有他一个啊，这个很深刻的一个描绘啊，让大家感受的更加深刻。譬如说，这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画作，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是要即将去入伍、去当兵、去打仗的，那家人非常舍不得，然后跟他一一道别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十九世纪，那也可以看得到一样。 这个要去当兵，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要去找他，要去看他爸爸到底在哪里的时候，那份的不知道天涯茫茫何处寻的那样的一个呃悲伤啊，从画作中、颜色中，我们看，感受的很很深刻啊。这是二十世纪，你看西班牙内战的时候要去当兵，那结果。 太太在那边舍不得小朋友抱着他的那个状况。二十世纪，西凯罗斯，墨西哥的画家，更把那个母亲的悲悯啊，用那样的一个呃颜色，有点立体画作。现在呃比较呃在那个时代比较呃流行的一个方式啊，小朋友抱着，然后呃这个底下还有一个小朋友在这里啊。 所以整体的一个情形，压迫着让他脸上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呃悲情啊啊，让大家看了都非常舍不得的状况。那小朋友的哭喊声也是用来呈现出那个物质破坏的世界里面心灵上更让让人家舍不得的那份的一个冲击啊。所以墨西哥的画家西凯罗斯啊啊也很很把战争的那种让大家。 很难去接受的啊那样的可怕的景象来呈现出来。好，回到刚刚呃这个班夏恩呢、啊，班夏恩他是美国人，他到华沙，华沙有犹太人，那时候就是呃纳粹破坏犹太人嘛，有犹太人专用区啊，就是把犹太人困在一个地方去以后，那个地方经济上面当然营养食物各方面都没有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时候的小朋友。 他没有用什么样的画，呃，什么样的一个很很很特殊的、很像哀伤的那那份呃力道很强的，就把一个人形画出来而已，就把妈妈的背影画出来而已。妈妈的背影我们看不到，呃，他也看不到未来外面的风光，也看不到那样的一个阳光可以出现的情形。小朋友空洞的眼神。 然后看着未来不知道在哪里的状况，这是他用华沙的那样的犹太人区的相片去画。然后你看他这里又一样用小朋友，一样又用空洞的眼神，然后画着画作以外，上面写着 "We want peace, register vote"，我们要和平，我们要透过。 那样的一个选举来改变很多的事情啊，所以人类的民主自由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是非常让人家啊感受得到那过去一段非常心酸的千年苦苦难的历史啊，这就是班夏恩美国啊社会写实主义啊。好，那你说战争过后啊，理论上应该不错吧？好，解放后，他画的是这样子，战争。 结结，解解已经战争结束了。一九五几年的画作、啊，几个小朋友在这样的一个蓝色呃红色的呃铁杆上面，然后吊着那样的一个绳索，好像在玩，可是代表的又是什么？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背后所代表的房屋的破坏，以及要重建的困难等等啊，这都是让大家可以去深思、去反省的。 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过程中，让我们要汲取过去的一个教训，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好，呃，这个营养不良啊，吃的东西啊，那吃的食物，我们一定会经过这里，这是经过这个好像一个小个关口一样，就是在这里，这是贲门这个地方啊，啊，幽门在这个地方，胃。 食道交接的地方，在这个这样的位置，现代人常有一个疾病啊，就是胃食道逆流啊，也就是因为吃了东西以后，啊，这个宵夜又吃的多，姿势又不太对，哎，常常胃里面的容，呃，这个里面的容量的一些东西、啊，就可能跑到食道里面去，它就会去刺激食道的黏膜，刺激食道的黏膜，因为我们正常的时候食食物的经过，这是单行道啊。 食道进去就是到胃，胃里面就是搅拌，然后把它做呃呃这个初级分解的一个动作。哎、欸，它没有理由又会跑回到食道去啊。可是因为我们肥胖、负压增加，我们食物又饮食过量的一个结果，消化又是因为大鱼大肉的关系啊，啊不容易消化的结果，它就跑到食道去，对食道造成刺激啊。所以这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 那么出现的一个症状，呃，就是胃食道内流，然后呃，追踪了一段时间，也有吃胃药，也有跟他讲生活习惯要改变。这个经过六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呢，大家看到这个食道变成这样子，食道要进入胃的地方。 这是贲门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给他做一点染色，看起来说啊、呃，临床的医师就觉得，哎，稍微还是要小心一点，就给他做切片的一个检查。正常的时候，我们食道的黏膜应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让食物可以过去。结果它变，已经变成了好像胃的黏膜一样这个变成胃的黏膜的意思，就是说它将来会发生。 癌病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啊！变性的意思就有可能产生出直变出来，所以告诉我们说，胃食道逆流是一个很常见的病，但是长久你不注意的结果，也有可能产生食道癌、和胃癌的一个可能性产生出来。所以一开始请教大家的，大家想说这皮肤嘛，这有什么好问的？答案：口腔黏膜。 口腔黏膜也是类似我们皮肤的组织啊，也要好好爱惜它，不要吃太烫、太刺激的东西。感你收看，再会。